加持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 ，Om Ami Deva Se， Om Mani Padme Hum， Om Panamo Linto Lin Soha，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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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i Samaye Soha， Om Jali Jali Junti Soha， Om Jambala Chadang Chadaye Soha， Om Ahom Beja Guru Bema Siddhi Hum Se。Om Ahom Guru Be Aho Sasamaha Lien Sheng Siddhi Hom Deata Om Bekhaziya Bekhaziya Maha Bekhaziya Raja Samo Kateriya Soha Namo 361,119,500 Tong Ming Tong Hao Ami Tuo Fo Namo 361,119,500 Tong Ming Tong Hao Ami Tuo Fo南无361,119,500，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回向，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弟子众等愿以此法会功德回向。祈愿圣尊佛体安康，长寿自在，常住世间，永转法轮。恭请圣尊做总回向。心敬礼父母祖尊，金刚手菩萨。一心敬礼父母祖尊，金刚手菩萨。一心敬礼父母祖尊，金刚手菩萨。祈请观世音菩萨，祈请文殊师利菩萨，祈请金刚手菩萨、三姑祖，祈请三姑祖放大光明，加持一会大众。离一切苦，得一切乐，身体健康，药到病除，祈请加持幽冥众等往生清净佛国，祈请加持长寿自在、健康强健，祈请加持所有病业能够消除，所有灾难能够消除，所有烦恼能够消除，所有业障能够消除，请增加大众的福分，让一切富足无缺，祈请加持敬爱圆满，智慧圆满，
祈请加持。Om Betta Boni Hom Pe Om Betta Bani Hom Pe Om Betta Bani Hom Pe。请祈请一切愿望都能够达成所哈。让修行能够果位真善，光明直胜，能够成就，能够圆满，能够幸福，能够自在。Om Sava Tata Kata Itamu Guru Nana Vinchara Kani Nietai Myo Mahom。天罗神，在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金刚手菩萨，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三姑主，祈愿所求皆能够圆满。一切怨敌退散。问。恭念三遍百字明咒 ：Om Betta Sato Samaya Marupanaya Betta Sato Te Rupadicha Jeto Mepawa Soto Kayo Mepawa Supo Kayo Mepawa Anurato Mepawa Sawa Siddhi Mepurayata Sawa Karma Sutta Me Jitamu Sini Re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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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Bangkawan Sawa。哒哒嘎哒，贝扎玛咪门叉，贝兹巴瓦玛哈萨玛呀，萨多阿吽呸吽，贝扎萨多萨玛呀，玛鲁巴那呀，贝扎萨多提鲁巴迪叉，吉卓梅巴瓦，苏多卡尤梅巴瓦，苏婆卡尤梅巴瓦，阿努拉多梅巴瓦，沙瓦哈西迪梅布拉呀叉，沙瓦噶玛苏扎梅吉达姆，悉尼仁古鲁吽，哈哈哈哈。和巴嘎文萨瓦达达嘎达贝扎玛咪门叉贝兹巴瓦玛哈萨玛呀萨多阿吽呸吽贝扎萨多萨玛呀玛鲁巴那呀贝扎萨多提鲁巴迪叉杰卓梅巴瓦苏多卡尤梅巴瓦苏婆卡尤梅巴瓦阿努拉多梅巴瓦沙瓦哈西迪梅婆拉呀叉萨瓦噶玛苏扎梅吉达姆悉尼仁古鲁吽哈哈哈哈呵巴嘎文萨瓦达达嘎达贝扎玛咪门叉贝兹巴瓦玛哈萨玛呀萨多阿吽呸。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Om A 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二拜诸菩萨。Om A 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三拜诸护法金刚。Om A 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四平等一起手。念圆满咒 ，Om Brim Om Brim Om Brim Om Mani Padme Hum。
请大家起立恭敬合掌，恭请圣尊升法王座。请大家就坐。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根本传承上师祖堂这么殊胜珍贵的护摩大法会。请大家恭敬合掌，一起虔诚恭请圣尊为大众做宝贵的法语开示。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王卡玛巴，敬礼图登大吉上师，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护摩主尊金刚所菩萨。师母，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中华民国驻瑞典代表处廖东洲大使夫人朱迪师姐。中国中中委会会计师特丽莎师姐恩哈斯姆。阳光舞共团林一仙师姐。蔡美叶师姐。梁彦龙师兄，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节目制作人西亚琪师姐，高欢贤医师，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Hola, amigo。我们今天是说第一次在这个美国彩虹地藏寺做这个金刚手菩萨的护摩，那么来了三姑祖，也就是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金刚手菩萨，那么这三尊呢，是也可以讲在藏密里面被称为三姑祖，三姑祖也就是各代表他们的
法力跟他们的能力。像观世音菩萨，他是代表着慈悲啊，代表着慈悲，他是慈悲门最重要的一尊，就是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他是代表智慧门最重要的一尊菩萨。那金刚手菩萨，就是代表着护法门最重要的一尊菩萨。啊，他们有时候称为金刚手菩萨，有时候称为手金刚，手金刚，也就是都借 hand 啊，都借 hand 都借啊，手金刚跟金刚手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那么他的咒语啊，我们以前常常念这个披甲护身，其实就是请的就是他金刚手菩萨。所以我以为啊，我们已经传过金刚手菩萨啊，一直我认为我们已经传授过金刚手菩萨，因为我们每天在做披甲护身 Om 波利南哲利 Om 波利南哲利 Om 波利南哲利啊，其实金刚手就是波利，所以这个咒语 Om Bija Boni Hom Pe 还是 Boni 两个字，就是金刚手啊。这个金刚手菩萨的心咒 Om Bija Boni Hom Pe 啊，有的时候念成 Om Bija Boni Hom Pe 啊，都可以的，因为广东人发音呢、啊，发国语也不准，发藏文也不准。你说广东话，你们念咒语就是有广东音；啊，闽南话，闽南人念这个好像是咒语就有闽南音。这个音呐、啊，不一定是藏文的音，但是活菩萨都听得懂。所以不要紧，你发音怎么样子啊？不要紧，发什么音都可以。但是只要你有心中啊，有金刚手菩萨，他这个一只手啊，就是拿金刚杵的，这个是奇克印，又叫做愤怒印啊，他是这样子。一只手拿着金刚杵，一只手拿着金刚锁，一只手拿金刚锁，甚至以空手啊，空手只是结个印而已。这个所谓锁金刚就是这个形象，他浑身啊都是蓝色，浑身都是蓝色，这个全身都是火焰，在火焰里面。在火焰里面，我们今天的护摩有吉祥的照啊，吉祥的照很难得啊。这个很少很少看见啊，很少看见这个我们护摩的时候有吉祥的这个照这个出来。这一次有吉祥的照出来，那么主持者跟所有的这个仪会的啊同门都会受到这个金刚手菩萨的护法的永赞，护法的永赞。那么你们心中所祈愿的
啊，我相信了，一定都会有成就。其实我自己本人啊，在这个解手印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做附魔的时候，我会看到很多的这个一些是吉祥的，是吉的啊，吉利的，或者是属于凶煞的，或者是半吉半凶的，那很少看到这一次啊所出现的火焰，全部都是吉祥的照，啊，全部都是吉祥的照，都是很少看到的。在西雅图啊，在西雅图这个彩虹雷藏寺看到这么好的吉照，这是附魔这么久看到这么好的吉照，那是第一次。是第一次，这个啊很不简单啊！希望在这里的每一位所求都能够如愿，那么身体健康，一切富足，业障消除。增加福分，增加智慧，一切圆满。那么这个金刚手菩萨呢，他的形象是深蓝色，一头二背，这个右手是愤怒前握金刚杵，高举。左手是愤怒前当胸，或者持着金刚锁，以杂宝及那迦为璎珞，虎皮为裙。这个脚呢，它是右脚是屈的，左脚是伸展，伸展，住在波叶的大火光之中。在密教经典上记载，金刚手菩萨是毗卢遮那在金刚界大曼陀罗之中进入了普贤三昧大定三昧地所化身出来的大轮之夜光，而这夜光就是圆满的菩提心印，这个也就是两尊合为一尊金刚手菩萨。他毗卢遮那佛进入普贤菩萨三昧大定的三昧地所化身的金刚手，也就是普贤菩萨，跟这个毗卢遮那佛金刚萨埵的金刚萨埵。金刚萨埵也代表着这个密教的法王子，也就是五佛的法王子啊，金刚萨埵跟普贤菩萨的合体。他也是法王主啊，如来的法王子，像观世音菩萨啊，他就是在这个西方三圣里面，他是法王主，莲华部的法王主，哦，法王子，文殊师利菩萨，也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法王子啊，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是在这个华严境界里面的法王子，法王子，金刚手菩萨。金刚手菩萨呢，他也是一切如来的菩提心，也是执金刚秘密主，他就是法王子，也是法王子啊。
这个代表着法力的。那么今天呢，这个非常好的啊，密教有三尊，我们常常讲的这个金刚手菩萨、金刚心菩萨、金刚萨埵，这三尊呢是密教最大的菩萨，这三尊合起来啊，也就是金刚萨埵。金刚手菩萨、金刚心菩萨跟金刚萨埵，这三尊其实是一尊，三尊其实一尊啊，变化出来的啊。今天来了三姑祖，实在是不简单啊，实在是不简单。他的咒语 Om Bija Boni Hom Pei Om Bija Boni Hom Pei Om Bija Boni Hom Pei， 就是真实的语言。我这个披甲护身法是普方上师传的啊， Om Bodhi Nanjali Om Bodhi Nanjali 是金刚手菩萨的这个披甲护身的咒。 Om Bija Boni Hom Pei 是金刚手菩萨的心咒啊，很重要的一个心咒。这两个咒语都可以念的，都是可以念的。今天我们做这个金刚手菩萨，太吉祥了，第一次做啊。第一次做，他的手印啊，他的手印你可以先结这个所有佛母的手印，然后为止再竖起来就好。啊，这个像我们以前不是结这个手印吗？瑶池金母手印嘛，啊，瑶池金母手印，你只要把为止竖走。就变成金刚手菩萨的手印，金刚手菩萨的手印。那有形象，有手印，有这个咒语啊，有这个咒语，这个就是非常好。这个是三者，代表着身口意清净啊。那么当然就有他的这个念诵法。有他的念诵法。然后我们今天接着就讲这个道果。讲这个道果的，先讲道果的这个意义。这里讲的是讲道果，是西藏佛教当中就是萨迦派最高最深最广最重要的一个教法，最重要的一个教法啊。大家知道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萨迦教，他就是在西藏有一个族，就是昆氏家族，昆氏啊，昆氏家族，他的传承是来自于昆氏家族。那么他有两个法王，一个法王是在第一法王是在印度啊，在印度。那么印度呢，这个法王叫做齐庆啊，齐庆法王，他还在啊，他还在的，在印度的这个萨迦教的教主叫齐庆。那么另外的第二个法王，就是在西雅图。
啊，就是达钦法王，达钦法王最近刚刚这个延吉啊，啊，最近刚刚延吉。那么师尊所拜的师父呢，在沙迦教是，我称他为沙迦正空上师，也就是德松仁波切啊，德松仁波切。那么他有法相，这个在台湾雷藏寺有四尊的祖师法相，啊，大殿就有四尊的祖师法相，一尊就是了明和尚，是象征红教。那么他。